我擦干了眼泪，收拾东西去见了小华，我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现在住在医院里，绝症。刚把水果递到他手里，电话就响起来。我起身到屋外去接。你不在家，是徐望。我又想到那个吻，那个他揽着陌生女孩子的吻。我在小画这儿，你不也不在家？徐望不满意的说。 我不是答应过你今天会回来，你的答应太随便，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童念，你别没事找事！我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总不会是我们的什么纪念日吧？我狠狠挂断了电话，他的话语不管听了多少遍，还是能准确的伤到我。很久之前。 我们是过纪念日的，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要纪念的时刻，三十天、一百天、一周年。后来试着挽回感情的时候，也曾经靠着纪念日的由头约他，得到的总是嘲讽。久而久之，我就不再记得了。可是小画病着，难得的拨动了我那点心事。我想，生日总要一起过。 这么多年，我还是记得那个篮球架下带着夏日青草味道的吻。但是时间过得久了，那个吻也可以给别人。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难得的，家里的灯亮着。你把我叫回来，然后一个人跑到林水花那里去，是什么意思？我看着他不耐烦的表情，只觉得心烦。你不是没回来吗？ 那我现在坐在哪里呢？他回对我的话总是一句接一句。我们明明是一起下班的，为什么我到家了你却没有？我做徐望的助理这么多年，办公地点不过一墙之隔。偶尔他心情好的时候会跟我一起下班，难得的拥有一段惬意的悠闲时光，好像我们还是正在相爱的情侣。 你是不是恨不得在我身后装上监控，看着我时时刻刻都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说了哪些话，你才满意呀、啊？徐望从沙发上站起来，狠狠踹了一脚茶几，巨大的震荡回响在客厅里，也回响在我心里。我悲凉地抬起头看着他说：“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更有理的，徐望，这是你心虚的表现。” 他像是再也不能忍受我一般，站起身来向外走去。童念，你要是忍不了，就给我滚蛋！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明不明白？是你求着我跟你好的，不是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他狠狠的摔上门，走了出去。我突然有些怀念上学时期最后一年的生日，黑夜之中小心翼翼触碰的手指。 徐望突然从身后变出来的蛋糕，和他小声唱着的生日快乐歌。那是我最圆满的一个生日，有蛋糕，也有爱人。我一直记得，那是个海绵宝宝形状的蛋糕，甜得发腻。我再也没吃过那么甜的蛋糕，再也没见过当年的爱人。可能是睡觉之前流过了眼泪。 梦里又回到了不会流泪的岁月。零幺零幺，这里是小画。我笑着拉他的手，小画小画，这里是零幺。提问：为什么你次次都帮徐望作弊他，他还是考不及格呢？英语老师喜欢考试，每一个不及格的人都会遭到他的批评。很巧，徐望英语很差。 我就次次考试之前都帮他做一份复习资料放在他桌前。小话说：“我这叫新时代田螺姑娘。”梦到了上学时候的事情，上班的时候看着徐旺，我也没那么生气了。同助理，徐总在里面吗？这是最近跟徐旺打得火热的小网红，长相漂亮，人也乖巧。但我每次看着他的脸。 心口都莫名一滞，避开他的目光，我说：“他在，你直接进去就行。”他甜甜的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就走了进去。等他推开大门走进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才终于想起来，有一个人跟他很像——樊文文。那年我刚上大学。 跟徐望两地分居，虽然每天都打电话，但是总有联系不上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事总是一往无前，坐上绿皮火车十几个小时也要回家看他一眼。只是一眼，就撞见了正从他公寓里走出来的樊雯雯，波浪卷发，杨柳腰，是个美人。我心里咯噔一声，却还是自欺欺人的想。 一栋楼里那么多住户，怎么会那么巧呢？可他叫住我说：“童念，你是童念吧？”我感受到空气的冰冷。你是？你好，我是樊文文。早就听说过你，从徐望的嘴里。我一直记得那一瞬间，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生疼。他笑着说：“好巧。”我的世界崩塌。 小网红从徐旺的办公室走出来，敲我的桌子：“同助理，徐总叫你。”我这才将心脏从记忆中解救出来，笑着送走他去见徐旺。进去的时候，徐旺正在拆包装，是个精巧的盒子。要不要尝尝？他顺手递给我一块，是个巧克力。你不是不吃巧克力吗？他愣了一下，才说。 偶尔一次没关系，而且小姑娘的心意嘛，扔了可惜。我整个人都被冰冻在原地，脑海里都是她的这句话。原来她是知道的，知道一个人爱人的心意难得，知道别人的心意不能辜负。可我一直记得那年她生日，我精心准备了自制的巧克力，小心翼翼地递到她手中。 满怀希意的希望他尝一尝，可他只是拆开看看，然后问有没有人吃巧克力。他随意的用手指蹭了蹭我的脸颊，说：“我不太爱吃，别浪费了，你吃了吧。”我僵着身子将那盒巧克力接过来，在回家的路上扔进了垃圾桶。不被人重视的心意，最终的归宿就是像垃圾一样的被丢掉。 童念，徐望叫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嗯，你最近总是心不在焉。我沉默以对。他敲着桌子说：“新上映的电影，我带你去看吧。”补偿。我咬咬唇说：“哪一场？”这悲切的心意让我自己都觉得唾弃。晚上去看小画的时候，又碰见他跟四年吵架，他单方面嘲讽。 思念只是一味听着，阿宝，快来，快来帮我！只是看到我的瞬间，思念就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了出去。路过我的时候说：“不能吃的东西别给他吃。”我瞪了他一眼，走过去又生气了。小花，生气不好的，他还气鼓鼓的，我也控制不住，好烦。 有气就朝他发嘛，反正他也不会回嘴，想想是不是好一点？小画扬起大眼睛瞪了我一眼，报复似的说：“你知不知道徐旺要结婚了？”手中的水果刀一歪，一道胀长的口子显现出来，在血开始蔓延时，痛觉才传达到神经。阿宝。 小画按响铃，手忙脚乱的叫来人给我包扎。好不容易包好，坐下来，小画再也不敢让我拿水果刀。他拍着胸脯安慰自己。我坐在一旁发呆。你不知道啊？他看上去有些愧疚。我笑着安慰他：“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他的眼神不住的往我的手上瞟，区别大着呢。早知道不说了。 安抚好了他，我才往回走。看见那盏暗着的灯，我忍不住去想：现在徐望在哪里呢？是在未婚妻身边，还是在小网红身边，还是随便哪个小姑娘身边？总之不会在我身边。跟徐望订婚的女孩，我知道是周氏集团的独女。上次谈合作的时候，印象很深。她上下打量着我说。 同助理是吗？我伸出手去，周总多多关照。他莫名的笑起来，说：“是啊，以后都多多关照了。”当时不知，现在想想是这个意思。手上的伤口隐隐作痛，可能是冬天太冷，我不住的打着寒战，身子抖得不成样子。我问自己：“阿宝。” 怎么就过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呢？我甚至没去问徐望结婚的事情。我找了个小房子，陆陆续续的将我的东西搬了出来。徐望不常回家，就算回去了，他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我最近常去看小画，他瘦的厉害，总是在睡觉。小周护士回来换药。 小姑娘眼睛都是红的，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她红着眼睛对我笑，小声说：“多陪陪她吧。”我有点想哭，她瘦得不成样子，给她带的垃圾食品她也都吃不下了，就算吃下去也会很快就吐出来。我捏她的手指，眼泪却落下来，我赶紧去擦，却怎么也抹不掉。哎呦！ 哭什么？我抬头望过去，小花，喝水吗？问你呢，哭什么？他费力的抬起手，想要擦我的眼泪。小花，你可不能死，我没有别的好朋友了。我拉着他的手放在我脸颊上，小声说：“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他扯扯嘴角说：“活该，让你交朋友。” 你总是用大把时间来追男人，后悔了吧？我摇摇头，我有好朋友呢，我有好朋友，唯一的好朋友。他不再说话，喘气都费力，只能跟着我一起红了眼角。怎么办呢？好朋友还没看着你快乐呢。我终于忍不住趴在他的床边哭了起来。小花笑着说：“阿宝。” 到我目前也这么哭吧，显得我很有人爱。临水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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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哭得太丑了。青城下了一场大雪，雪化之后迎来了两个大晴天。徐望约我去看的电影就在今天，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说好的地点，但是没告诉徐望。 往常这种约会都是我提醒了一遍又一遍，他才能记得的。这次我没讲。电影开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我早早就坐在电影院门前的椅子上面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我数着从我面前经过的小情侣，五十一、五十二。电影开始检票了，有工作人员高声喊着，维持着秩序。 我坐在地等待，一直等到电影开场，我才站起身来往外走。这不是徐望第一次爽约了，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我晃着他的胳膊问他：“明天就是我们四周年的纪念日了，你能不能跟我去看新上的电影啊？”他拿过手机摆弄了一下，才漫不经心地说：“爱情电影太土了吧，我不想看。” 那改成你喜欢的，好不好？我精心的安排好了一切，早早就到电影院前等，给他发了一次又一次微信，他没回。然后在上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我看见了搂着其他女孩子的徐望。电话打过来，有事吗？就是问你记不记得我们要一起看电影。他叹了口气说。 改天吧，今天好累。可是今天是我们四周年纪念日而已，下一年再过。那个小女孩笑着走过来，她就急急忙忙的挂断了我的电话。后来我再也没走进过电影院，总觉得能在里面看见徐望，身边站着的却不是我。外面又开始下雪，路过垃圾桶的时候。 我扔掉了那两张电影票，不再工作，我就常去小画那里。他总是睡着，却在一个晴天显得精神很好。他说：“阿宝，带我出去走走吧。”对不起啊，好朋友。小画在流泪，他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沐浴在阳光中，定定的看着思念说：“只能让你一个人送我走了。”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最初的梦想，说我们最早的愿望，说最好的时光。”他说：“他走了太远的路，现在觉得很孤单。”说：“他想要去见家里人。他说阿宝你要快乐”他说：“阿宝，你要快乐。”他说：“阿宝，你要幸福。”他说：“阿宝，我要走了，你别害怕。”我抓着他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花。 别走啊！求求你，别走！他费力地拍我的手：“阿宝，别害怕，做你想做的事，开心一点。我会保佑你的。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了。”小话，别睡，别走。最后的最后，他对我说：“阿宝，别哭。”那么温暖的阳光里，我失去我唯一的好朋友。 思年比我准备的更充分，也更冷静。他处理着小画的后事，我咬着牙瞪他，他也不在乎，只是走过来问：“徐望，问你在不在这里？”我怎么回？不在。知道了。除此之外，我们不再讲话。我在小画的墓前流了很多很多泪。他早早就立下了遗嘱，将所有的钱留给了小周护士。 小周护士来吊唁的时候，扶着我，小声说：“他说他开玩笑的，他不希望你在他灵前哭，他会不放心。”我泪流的更凶，转过身就看见了徐望，他的手上戴上了一枚戒指，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哦，他订婚了呀！他走上前来，在我面前站定：“童念，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删除我的联系方式？我问你话呢？他一连问了几句，我都没有想要开口的意思。说什么呢？我吊唁我的朋友，他迎娶他的娇妻。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退后了一步，看着他。他其实还是当年的样子，跟我当年喜欢的样子一般无二。徐望。 我今年二十八岁了，时间过得很快，对吧？他疑惑的看着我，还是耐着性子说：“嗯，你答应跟我谈恋爱那年，我才十八岁，十年了呢。”我指着他的戒指说：“多好笑啊！你都准备结婚了，却还是打算跟我谈恋爱。”他迅速背过手去，在放下来的时候，手上就已经没有那枚戒指的影子了。 一枚戒指而已。我仰起头来，拢了拢衣服。初春的晚风刺骨，也让人清醒。我们分手吧，徐望。你说什么？我抬起手指着那颗天边最远处的星星，说：“你太明亮了，徐望。你一直是我心里最闪耀的那颗星星。这些年来，我的世界就像这片天空一般，除了你之外，什么都没有。” 童年，我打断他。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我说，我该去阳光普照的地方了。徐望转身就走，留下一句：“你好自为之。”我看着他的背影许久，直到他消失在我眼前。告别了小画，我动作很快地敲定了要做的事。甜品店是我们一开始的梦想呢。装修。 设计跟各种人对接，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要不是徐望总是打电话，我几乎要忘记这个人的存在了。嗡嗡嗡！我叹了口气，接起电话来。这是今天徐望打的第三个了。喂，我的印章在哪里？我在脑海里过了一下说，说应该是在办公室左手边第三个柜子的最里面。 找到了，然后就挂断了。我利索的将所有细则整理出来，交代给了我相熟的同事，让他交给徐望的新秘书。徐总没招新秘书啊，他这样讲。我犹豫了一下，说：“那替我打印出来，放他桌上吧，谢谢。”好，然后将这个手机号也拉黑。我安心研究自己的设计图。 天气暖和之后，我看着已经完成大半的店铺，觉得心情不错。童姐跟我相熟的同事今天是第二次跟我抱怨了。怎么了？我夹着手机歪着头问。徐总现在简直就是个工作机器，谁也不能动摇他上班的决心。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上班季度的业绩了，你知道吗？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想放假呀！放假！小姑娘在话筒对面声嘶力竭的喊，我忍不住想笑。那你就打电话给她身边的小姑娘，随便哪个都行，问问他们有没有时间跟徐总约会啊？有的话，你就做个行程表，问问徐总愿不愿意。我漫不经心的给他支招，对面却诡异的静默下来。我疑惑的问。 小晴，怎么不讲话？小晴艰难的吐字：“嗯，童姐，你真的不回来吗？嗯，我的店快装完了，到时候请你来吃东西。”童姐，很快的，对面就传来了新的声音：“童念，你开的什么店，能赚几个钱啊？”声音太大，我还挪了挪耳朵。徐望。 童姐，我先挂了，拜拜。电话挂断的瞬间，我还以为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但我太忙就没当回事。后来小晴还特意发微信跟我道歉，我还贴心的把之前跟徐旺走得近的小姑娘的联系方式都整理了一遍发给了她，她没回。天气暖了之后，我的新店开业。 名字是我亲自敲定的，就叫“童年的小画廊”。我妈来视察工作的时候给我提意见，会不会被人认为是学画画的呀？我觉得很有道理，在旁边又设计了一个大蛋糕。开业的那天，我久违的见到了思年，早就听说他回来了，倒是不知道变化这么大。能卖一个蛋糕给我吗？ 我站在原地没动，他苍白着脸笑了一下，说：“那不是写着呢吗？让每一个顾客都觉得幸福。”我有点想嘲笑他，可是他说：“我要去见小画。我希望他觉得幸福。”我要说出来的话就吐不出口了。沉默半晌之后，我去做了一个给他：“你跟小画说，要是不好吃，就入我的梦。” 死丫头一次也不来呢！我哑着声音递给她，她只是笑。转身的时候，放了一沓钱在收银台上。开业快乐，名字取得好，祝你财源广进。一份彩头，我收了。小晴真的带着原公司的同事来碰我的场，我高高兴兴地将他们迎进来，给他们展示我店里的新品。 顺便让大家一人填了一份新问卷，用作顾客调查。小晴拉着我到一边，小声跟我说：“徐总最近不知道抽什么风，说不结婚了呢。”我耸耸肩，也没当回事。那你就按我说的，给他做份恋爱行程表，省得他没事找事。小晴抿抿唇，狠狠点了点头。 最近有个人总是来甜品店里坐，他会支着画布，自己一坐就是一整天。他说他是个画家，十八线不知名画家。他这么说。我们有时候会聊天，他会讲他去过的地方。他说：“我好喜欢画人，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不一样的东西。有些人的眼睛像水晶，有些人的眼睛像琥珀。” 有些人的眼睛混沌，但美都美。能不能给我画一幅？我笑着问他。他说：“好。”没人的下午，我坐在长椅上给他当模特。阳光很暖，人也寂静，我感到平静。交给我画的那天，他送我回家。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什么了吗？我笑着问他。嗯，平静。 是我很向往的平静。画家也笑着答：“我琢磨着他的话，笑了一下。我以前不是个平静的人呢，是吗？”他反问我，开始好奇了：“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树影斑驳，我笑着答他的话，只是还没开口，就被人打断了。童念，我愣了一下，看见了徐望。 看起来他有话对你说，那我先回去了。我点点头，说明天会请他喝一杯柚子茶。那说定了。徐望都等不到画家离开，就猛地抢过了我的那幅画，上下打量着，这人是谁？我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尽量礼貌的说：“还给我。” 徐望宁笑着，三下五除二地撕掉了我的那幅画。画人物肖像画，下一步画什么？私房画。我揉了揉脑袋，只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你怎么知道我在哪的？我从你店里跟过来的。那小白脸谁呀？你们有说有笑的，那是我店里的客人。呵，你们店还干这种营当吗？ 客人送店主回家，给他画像。我被他这几句话气得直哆嗦，上前狠狠给了他一巴掌。童念，徐望气得跳脚。我冷着声音说：“他送我回家是因为我是个成年单身女性，他是个成年单身男性。我们再试着彼此接触。谁允许你跟他接触了？他将声音提高一倍。” 在空荡荡的夜里回响。我是个独立的人，我自己允许了，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许。徐望，我希望你赶紧离开我家，不然我会报警。我转身向楼上走去，他紧紧跟在我身后。徐望，我加重了声音：“怎么？你还不让我进门？”我顿住脚步，拿出手机：“您好。” 请问是幺幺零吗？我这里是童燕。他接过我的手机，按掉，语气恶劣的说：“你现在是在跟我闹脾气吗？”我叹了口气说：“徐望，现在是你搞不清楚状况。我已经跟你分手了，徐望，别再来找我，不然我真的会报警。我不想跟你走到这一步。”画家第二天没来，我还觉得可惜。 但店里人流不断，没什么人的时候，我会放一首喜欢的歌，过得也自在。一个星期之后，画家又推门进来，他笑着递给我一幅新的肖像画。啊，我都没做模特，我有些惊讶。没关系，我在这里做了大半月，已经记住了。漂亮的女店主，我被他夸得开心。想吃什么？今天免单。 他点好单之后，坐在前台。我好奇的问：“你是有预测的能力吗？怎么知道我的画坏了呀？”他笑着说：“上次在你家门前见到的男人有些凶，怕你遇到危险，我站了一会儿。啊，所以听到了你们的对话，不好意思啊。”我晃了下杯子，才说：“谢谢你啊，还能想到这一层。女孩子总是比较娇弱。”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笑着夸他，顺便给他加了一份布丁。你的画我很喜欢，你是很有才华的人。画家抿了口茶，笑了一下。童店长，你可以叫我童念。他勾起嘴角，笑了一下。童念，我要离开这里了，往更西部走走。我愣了一下，才说：“你要走了呀？”其实青城很好。 这里最近风景很美，天气很好，甜品很好吃，店长也很漂亮，让我一度想留下来。我低下头等着他后面的话。可是那天送你回家，你看见那个男人的时候，眼睛很不一样。我的嘴角开始向下。我想了一周才想明白，大概是很有生气，跟我画你的时候很不一样。 是以前的爱人吗？他轻声问我。嗯，是啊，是以前的爱人。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想，徐望还是很不一样的人，是不管什么时候出现都让我眼前一亮的人。我送画家出门，祝他一路顺风。好遗憾，你不能看青城的秋景了。好遗憾，没机会再走近一点了。 他张开怀抱问我：“能拥抱一下吗？”我上前一步，还了还，他，又退了出来。他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去很排斥他，但是童念希望你过你想要的生活。”我点点头：“会的，谢谢你。”转身的时候，看见了树荫下的徐望，他对上我的目光，迎着我走上来。我先开口。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徐望攥了攥拳头，才将手中的东西递到我眼前。上次的电影是我忘了，我们一起去看这个。我借着光影看了看上面的字。徐望，你从来不跟我看爱情电影呢，为什么？徐望理所当然地说：“你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吗？”我摇头：“是你喜欢，我们之间的喜好。” 都是你喜欢，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喜欢做什么，喜欢看什么吗？我，徐望，你跟其他人是可以看爱情电影的，对吧？我撞见他的那一次，他跟那个小女孩看的就是他原本拒绝了我的那一场大热的爱情电影。我还是觉得委屈，仰起头问他，为什么跟其他人可以，跟我却不行呢？ 他没有答我的话，我却知道，因为他跟其他人短暂的有过爱情，跟我从来没有过。我都知道，是我装傻。店里总受一些孩子喜欢，有一对小情侣格外显眼，小姑娘总是在小男孩身边转悠来转悠去，像是很久之前的我。徐望也不是完全不跟我约会。 他只是没什么耐心，很不耐烦的样子。就连分别时候，我坐在他对面流眼泪，他也只是略微不耐烦地说：“行了，哭什么？你该去哪去哪。”我牵着他的袖子问：“那你跟我？我就在这，也不会跑。你随时回来呗。”后来我回来，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在他身边。 我敲敲桌面，想，还是年轻好，年轻时候才有这么一往无前的勇气。关店的时候已经有一点冷了，我上好锁，转过身就看见了一幅近在咫尺的画，吓得我往后退了一大步。许旺，他别扭地从后面探出头来说：“这画我粘好了。”我看着那幅被勉力粘好的画。 眼前仿佛能看见徐望僵着身子、板着脸、弯着腰，一张一张将碎片捡起来的画面。你要是喜欢这幅画，我还给你就是了。他的声音有些小，莫名的显得有些难过。我眨了眨眼，逼回眼眶里的失意，才说：“可是我已经有新的了。”画也是，生活也是。他愣了一下，才问我。 童念，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我看着他的眼睛，坚定的说：“嗯，不想了。”要是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呢？我歪着头看他，你是在求我吗？他犹疑着点头。我叹了口气，跟他说：“原来是这种感觉呀，被不喜欢的人恳求，原来是这种感觉呀。”徐望，我能明白你为什么觉得。 我的爱情廉价了，在爱里让出底线的人本身就足够廉价了。许望，现在是你求我，这句话我还给你。他整个人僵在原地，手上的话都不知道怎么放才好。当初是你求着我跟你好，这句话我还给你。下初雪的时候，我觉得是该有个人在身边。 于是我欣然答应我妈的邀约，参加了两次相亲，不过都不是很合适。我开始怀疑速配的可成交率，觉得自己还是有些操之过急，准备徐徐图之。隔了两天才回店里去，我的小店员凑近了跟我说：“那个男的每天都来，每天都来，老板，你认识吗？” 我摇摇头说：“我不认识。”徐望总是在远处站着，下着大雪，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我照常忽视他，往家的方向走。连着下了几天大雪，雪化了又结冰，冰上面又飘雪，脚下像是安了滑轮。我小步小步地走着，明明看见了绿灯才开始走，可是路上滑，有小车刹不住。 将方向盘向右狠狠转过去，我只是稍稍低头，就看见一辆车冲着我直直的冲过来，耳边都是急刹的声音，我的大脑在疯狂地叫喊：“快跑，快跑！”可是脚步却动弹不得。砰的一声，天旋地转，童年，我的耳边响起很多很多的声音，只有这个最清晰。 就算身子不能反应，脑海还是给出了答案：是徐望啊，是徐望啊！我做了很长很长的梦，梦到了很久很久之前，看见自己拿着精心做好的巧克力等在徐望的桌前，我无比急迫的想要触碰到他，告诉他别等了，他不会要的，可我不能。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徐望接过来，拆开又合上，那盒巧克力又回到他的手里。我置身事外的看着那个小姑娘的神色，鼻子忍不住发酸。她低着头，手却一下又一下的抚过那个盒子，犹豫着将它递上前，却看见徐望已经转了过去，咬着唇，像是想要哭却又不敢哭一样。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迎着人流，像是一个可怜的夹心面包被挤来挤去，手里却还紧紧的抱着书包，那里面是装给心上人的特产。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因为害怕都不敢多喝一口水，多上一次洗手间。他只是抱着那个包，像是能获得更多的安慰一样。我想告诉他，别去了。 不会得到回应的，只会看见漂亮的女孩子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告诉你他们刚刚欢好一场。可我还是不能，我只能看着。就连再长大一点，她梳起头发，穿上了高跟鞋，还是会拄着胳膊看着窗外，期待着心上人的归来。我捂着眼睛想：不要等了，不要等了呀！ 他只会扔掉你一早做好的蛋糕，说你烦，让你不要再做，不会有回应的，不会的。那么珍贵的心意，给自己吧，阿宝。我站在他身边，看着他流眼泪，嘘嘘的环住他，像是这样就能抱住独自流泪的自己。阿宝啊，求求你了，爱自己吧，爱自己吧，阿宝，阿宝。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撞进了徐望的眼睛，一时有些恍惚。那双总是冷漠的眸子里，也能映着我的身影了。我后知后觉的想流泪。阿宝，阿宝，好一点吗？我妈拨开徐望的手，冲过来问我：“身上很痛，但是我还是笑了笑，没事。”我想让他放心，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我妈站在我的身边流眼泪，继父站在他身边安慰着他。我艰难的扭转脖颈，看见了在一旁站着的徐望。大梦一场，像是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要是问我人生最坚定的是什么，就是爱着徐望，一往无前的爱着徐望。我眨了眨眼。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从眼眶里流下来。阿宝，哪里痛吗？徐旺焦急地跑过来，伏在我身前问我。见我不回应他，他又问了一遍：“阿宝，哪里痛啊？”我摇摇头，只觉得眼泪像是止不住地淌下来。是阿宝啊！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知道了呀，我的小明。 那个所有亲近的人都在叫的名字是阿宝啊！终于，我也能变成你心里的宝贝了吗？多吃啊，多吃啊，徐旺！身体稍微好一点之后，我能自己坐起来。让我妈他们先回去，别时刻在我床前担忧。屋里就只剩下我跟徐旺，不用回去工作吗？ 他沉默地削着水果，说：“不用。”我看着窗外的太阳，说：“不下雪了呢。”他扯扯嘴角，说：“是你躺得太久了，是吗？可能是吧。大雪之后已有枝桠迸发，是春。”我看着徐妄想在春天告别是很浪漫的事。我接过他手中的水果，说：“聊一聊嘛，跟我。为什么不去上班？” 我温和的问他，因为害怕。许旺难得露出这种脆弱的表情，他说：“我很害怕，你倒在血泊里，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你，满地都是血，我真的害怕。”阿宝，他捂住眼睛，流下泪来，像是又回到了现场，无措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阿宝，别离开我！阿宝，别离开我！ 我仰起头，极力忍着自己的泪水，紧紧抓着床单，才能克制住自己去给他擦眼泪的冲动。徐望，别哭，我小声说，我不再是能为你擦眼泪的人了。阿宝，我擦了擦眼角，才说，我做了一场梦，很久之前的梦了。看着我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你伤害，我觉得很痛。 心里流的泪快把我淹没了，我笑着跟他说：“徐望，我好心疼我自己，生死之际，我好心疼我自己。”徐望的唇都在颤抖，他急切的来抓我的手：“阿宝，我我我可能没办法，很快就不爱你了，但我想努力去做。阿宝，别不要我，求你了。”我第一次看徐望流泪。 流的这么凶，像是非常害怕被我抛弃一样，死死的抓着我的手，抓得我生疼。阿宝，我都会改，真的，我都会改。徐望期意的看着我，像是只要我点头，他就可以拿全世界跟我交换一样。阿宝，别抛下我一个人，我好害怕。我手上微微用力，挣开了他的手。徐望。 不行，这是我的回答。我们有过好时候的，有过好时候的。他像是想要勾起我的回忆，忙不迭的说着。我笑着流泪，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那么单纯的情谊，那么青涩的感情，那么多个夏夜里贴在唇角的吻，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是啊，我们有过好时候，上学的时候。 是我记忆里最开心的时候，可是后来你就不再喜欢我了，你不记得了吗？你忽视我、伤害我、敷衍我，都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了。可我还是舍不得往前走。你已经不记得这段记忆了，要是我也不记得，还有谁能记得呢？记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只困住想被困住的人，是我自己画地为牢。 但我想明白了，徐望已经被抛弃的过往就应该尘封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应该要从那里走出来，去到新生活。徐望再也说不出话，他只是苍白地说：“就算不能回到过去，我们也能创造未来呀、啊。”我缓缓摇头，过去的记忆太多太多，我看见你就想起了那么悲切的我自己。 还怎么有勇气跟你创造新的未来呢，徐望？我不想总是担忧，担忧你是不是又会忘记跟我的约定而把我一个人扔在电影院，担忧会不会还有新的小女孩跑到我面前说你右侧锁骨下方有颗痣，担忧你会不会刚从别人的住所赶回来带着别人的味道就来抱我，徐望？我很害怕的。 我想谈安稳一点的恋爱，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经营的那种。徐望小声的说：“我也可以，可以跟你谈这种恋爱。”我只是摇头。你不能在爱里占上风的人，永远也不能习惯自己在下游。你现在觉得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又会想凭什么？你享受过毫无偏私的爱。 就不能接受自己再受委屈，人都是这样，你不用觉得愧疚。我看着他说：“你也绝不是特例。”他想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话语，我们相顾沉默。徐望，我们都需要为自己承担一些责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些代价。回忆之中，我看清我自己；血泊之中，他看清他自己。 难过的是，我们只能往相反的方向走了。阳光重新照耀大地，我想，我可以面对以后的每一场寒冬了。一个人面对，痊愈了之后，我就回了店里。徐望还是会来，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各忙各的。只不过他开始邀请我，而我统统拒绝。小念，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吗？ 我擦好手中的杯子，又想起了那场没人赴约的电影。不了，我不是很喜欢看电影。那一起吃晚饭呢？不了，我不是很喜欢吃饭。你挡到我后面的顾客了。哦，温暖的时节了，我遇到了不错的温暖的人，可惜都没能走下去。我想一个人也不错。我养了一只猫，很有灵气。 店里有很多人是奔着他来的。我将店重新翻修了一下，还在外面画出了一小块花园，用来种我喜欢的花草。因为装修不错，所以总有人来打卡。我越做越好，徐望还是会来，坐在墙角喝咖啡。小晴说她总是看着一幅画发呆，上面好像是我的样子。我笑着回他：“你看错了。” 是吗？可是真的好像，我赶着她去拿杯子，小姑娘就被我迷迷糊糊的赶跑了。时间长了，纸包不住火，小姑娘后来无比确定的跟我说：“那就是你，童姐，你怎么骗我？”我百口莫辩，因为徐旺在公司聚餐上大醉一场，哭着问为什么我不能再给他一个机会。 有人小声问：“要不要给童姐打个电话？”被她一把抢过手机，声音很小，我还是听清了。她说：“不能打给他，不能，他会烦我，烦我就不见我了。”我看着视频笑，我可没骗你，我永远做不了你老板娘。小姑娘疑惑的问：“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是老板了呀！”我笑得开心。 冬季到来的时候，我将关门时间提前了一点。某一天大雪，他在店外拦住我，磕磕绊绊地唱了一整首生日快乐歌。拿出来的是跟当年一般无二的海绵宝宝蛋糕。我有些纠结地看着他问：“你明知道我开甜品店，还去别的地方买蛋糕吗？”我想，徐望真的是笨拙的人。 不管是上学时候还是现在，我过了热热闹闹的一次生日，跟我家人一起，带着我的小店员，还在桌上给小画放了个杯子，这就全了，家人朋友都在身边，生日快乐！会的，我会永远快乐。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我薄利多销，倒也做得红火，来年开春。 就开了一家分店，开在我们中学的后街上，对面就是思年的店。我掐着指头算，这店他开了三年了。想了想，我还是走进去点了一碗。他系着围裙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一愣。思年状态很差，瘦的不像样子。我吃着碗里的米线，问他为什么回来。他笑了一下，才说：“当初离开这里。” 不是一个人走的，哦、oh,，是带着小画一起走的。现在他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去哪不行？跟谁在一起不行？为什么守在这里？思念也不回我，只是擦着面前的桌子。但在我出门之前，他问我：“小画，入你的梦吗？”原来小画从不见他。我笑。 说他过得好呢，思年苦笑着说：“是吗？那就好，那就好。”后街的店装修遇到了点问题，我妈介绍给我一个行家，是个白白胖胖又憨厚老实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别别扭扭的叫我“童小姐”，吓得我连连鞠躬：“你好，秦先生。”他是个很温柔的人。 第二次见面时，他夸我的衣服很衬童小姐肤色，可我那天赶得着急，只匆忙套了一件土黄色的外搭，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是不是在夸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回：“谢谢您夸赞，不客气，不客气。”腰都要弯断了。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只是简单的快餐。 我狼吞虎咽的吃完了，才对上他惊讶的目光。童小姐，好饭量！我又一次进退两难，是不是夸我呀？到底听上去真的很像嘲讽。秦先生吃的倒是不多，年岁相仿，尴尬几次之后倒是熟悉很多。秦信是个好人，是个走路照顾你走里侧，见面会为你披衣裳。 一顿饭就观察出你的喜好，并牢记于心的很绅士的人。树叶全绿的季节，我决定跟他交往着试试。我又去了，给小画送了一束花，告诉他我做好了准备重新爱一个人。很幸运，我跟秦信相处的很愉快。他是很有趣的人，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养宠物。 摆弄花草，甚至与时俱进的改造房间。我已经许久没有享受过什么都不用管，全权交给别人去做一件事的感觉了，很新奇，很开心。我们会一起去看新上的电影，讨论电影中奇奇怪怪的设定，还会一起去吃家门口新开的店，画出下一次还会再去的标出来。 竟也整理出来一小沓。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就两个人牵着手在就近的花园里溜达一圈，就算没有什么话说，也是牵着手的。这让我很安心，感觉生活更加平和。我们约会的时候碰见过徐望一次，我大方介绍：“这是我的男朋友，这是我前任老板。”徐望脸色难看的要命。 甚至连手都没握，就转身离开了。我笑着说：“这就是不在他手底下工作的原因，脾气太差，太小心眼。”我的男朋友笑得温和，他说：“没关系，都没关系。前任老板没关系，前任也没关系。”隔年，我答应了他的求婚，可喜可贺。 我又重新拥有了爱一个人的能力。这年我三十二岁，终于准备接受一段简单的感情。我在又一次关店之后往回走，在街边遇到了徐望。我过了马路，他站在对面，我们直直的对望着。我想了一会，对着他摆摆手，将手中的蛋糕放在旁边的台阶上，最后一块蛋糕。 送给你，我要结婚了，也希望你幸福。原来，当一个人觉得幸福，可以这么坦荡的希望别人也幸福，以后就没有最后一块蛋糕了。我看着红灯变绿，在他迎面走过来的时候，对着他摆了摆手，在心里说：“徐望，再见。”徐望加快了脚步走过来，在人潮之中对着我喊：“阿宝。” 我生生顿住脚步，没有回头。他又紧接着小声喊了一句：“阿宝。”我没有回头。跟徐望有关的那段记忆，我终于要说再见了。希望你也别被困在那里。备婚的时候总是混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收进来一个快递，盒子很轻，打开的时候只有一封信。我坐在一堆快递中间。 指挥我丈夫去做晚饭，打开了那封信。滴滴滴，是我呀，阿宝，我是小花。我的眼泪猛地流了下来。你那里是十五年后吗？我这里是十五年前哦。这是我们一起寄的时光信，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呀？啧，你肯定是寄给了徐望，不像我，还记得给你寄一份。 这次是你输哦，说我重色轻友，你才是呢。你三十二岁了吧？嗯，我连连点头。那我也三十二岁了呢。我的视线模糊起来。骗子小话，你还是二十八岁呢。好难想象三十二岁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啊？有没有开很多很多的蛋糕店？有没有生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算了算了，生小孩很痛，但我肯定还和思年在一起。你呢？你还喜欢徐望吗？找到新的喜欢的人了吗？阿宝，有没有很开心啊？还跟我做好朋友吗？要是不做好朋友了，我真的会生气的。好吧，好朋友，我跟思年吵架了，我要在这个信里面记录上，罚他不许跟我说话一星期。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了，就拿去给我看，我要罚他跪键盘的。哼，嗯，其实没什么想说的啦。十八岁的小画很开心，很爱，很爱思念。如果他敢对不起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很喜欢阿宝，希望阿宝早日开心，早遇良人。阿宝，阿宝，拿着信去找小画吧。阿宝，阿宝。 我永远的好朋友，小花写给阿宝，信的落款赫然是十五年前。阿宝，阿宝，我永远的好朋友，小花，小花，我永远的好朋友。我在一堆快递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永远的好朋友，阿宝遇到良人了，阿宝过得很开心，阿宝很想很想你，你呢？ 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开心？有没有快乐？还爱着心上人吗？秦信走出来，手忙脚乱的为我擦眼泪。明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小声安慰我：“阿宝，好了好了，不哭不哭，没事没事。”小画，你能看见吗？我遇到了心上人，我婚礼的那天。 挽着我继父的手走红毯，灯光亮起，大门打开的时刻里，我仿佛能在众人当中看见小画正奋力的鼓掌，他眼含热泪，像是终于看见了我幸福的样子。敬酒的时候，我看见了在婚礼场外站着的徐望，秦杏牵着我走过去，他扯了扯嘴角，对着我说：“新婚快乐呀。” 秦信温和地点头说：“谢谢。”然后低声跟我说：“我去里面，你们聊。”徐望今天穿的正式。我说：“你看上去像是要来抢婚一样。”他笑弯了眼睛，格外温和地问：“可以带你走吗？”我晃晃脑袋说：“不行哦。”他靠近了我一点点，像是要来牵我的手，却又很快退后一步。 他动作很快，我还是闻到了他身上的青草香气，很熟悉。以后要好好生活呀，我会的。他摸摸鼻子，像是要落泪。最后，他说了一句从未讲过的话，是在热恋期也难得一听的夸赞。他说：“今天很漂亮，很漂亮。”他不住地点头，像是想要强调自己的话。我笑着说。 谢谢，我丈夫也这么说。徐旺送了个大红包给我，我心安理得的收下，算是我这么多年的青春损失费。想了想，我还是跟秦信解释，真的不是我请他来的，我没有邀请他。秦信笑出了酒窝，对我说：“阿宝，我还不至于跟过去的人吃醋，我们好好生活，以后都在一起好好生活。” 这比什么都重要。我握着他的手，低头笑了一下。嗯，以后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婚礼过后，我又去了小画的墓地。小画，这是我的捧花，我把它送给你。我还是忍不住弯下腰来，摸着他的照片，小声的哭了出来。我收到十八岁的小画写的信了。 我垂下头，缓了缓气，才说：“我，我永远的好朋友，你看见了吗？我很幸福。我把捧花送给你，希望它带你遇良人，在天上也要过得开心哦。”我的丈夫安慰着我，轻轻为我擦眼泪。他说：“你好，小花，我是阿宝的丈夫，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阿宝的。” 我摸了摸他的照片，看着永远停留在二十八岁的小桦说：“小桦，永远年轻，永远漂亮。”那天傍晚离开的时候，我还是看见了手捧着一束白玫瑰的思念。你收到小桦的信了吗？他说什么？思念不回答，我也没再问。过往罢了。这年冬格外冷。 我捂住了一层又一层厚棉袄，又拿到了一封信。童念，拜托你将我葬的跟小画近一点，近一点。我太想他，那些错，我到地下去认。分别总在大雪天，漫天飘雪。我又来到陵墓，徐望早早就等在那里。思年也拜托你了，他都买好了，拜托我们干什么？ 可能怕你看见是他，把他骨灰扬了吧？我瞪他，我哪儿那么缺德？我看着那封时光信很久很久，才将思年的骨灰放进他早就埋好的墓地里，在小画隔壁。你担心？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小画的家人都在这里，活着的时候他欺负小画，到地下去就活该被收拾。徐望笑了一下，说。 阿宝，你过得好吗？我指指我丈夫说：“嗯，我过得好。你呢？”他没答我的话，我也没追问。这世间的好友千千万万种，不是只有身边有双温暖的手才叫过得好。徐望已经比大多数的人都拥有更幸运的一切了。至于夜半时分，他的床侧是否寒冷？ 已经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了，只是徐望一直叫我阿宝，直到我有了小孩，孩子长大，在遇见的时候，他还是叫我阿宝。他一直一个人，那都是后话了。他替我打伞，我将白玫瑰摆好了之后说：“冬天太冷了，明年春天我们准备要个小孩。”我看着照片说：“小话，到时候。” 我带着孩子来看你，回去吧。我对着徐望摆手，牵起我丈夫温暖的手，我们向着家的方向去。那一场年少时的虚妄爱恋，终究还是在雪天分别。大雪铺满地，终无人回头。向前走吧，向前走就能去阳光温暖的地方，那里会是好地方。 后记：小画给思年的信。思年，我是十八岁的小画。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记得给我个拥抱，不然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你跟我吵架的这件事情。我来不及了，还要给阿宝写呢。思年，我爱你哦，记得亲亲我。过眼云烟，谁在身旁？